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明。Hi， 我是 Iris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女生的房间，价值三十几万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这边的收纳有多强吧。Go， 看店抽好礼，记得看到后面，不要漏掉任何抽奖的资讯哦。化妆台这个东西算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吧，就是可能你待在这里的时间会是最久， yeah， 看男朋友还要长。没有啦。那来看看，就是从早到晚都会用到的东西，它长得怎么样？它收纳怎么样呢？这个化妆台呢，它就是先进的，这样还蛮多人，他不喜欢镜子直接外露在外面，因为好像有习俗说什么。什么床不能对镜子，所以我觉得做这个设计也是蛮贴心，而且我自己还可以再藏一堆东西。这边的话可以直接充电，像我们平时如果吹头发或是用电棒卷的话，我就直接插在这边就可以了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感应式的灯，然后两个 USB， 然后一个插座，一个插座，对。所以这个就是还蛮方便的，这些都是我每天起床跟睡前会用一轮的，太多了吧。可是我个人其实对于化妆还好，可是我是香水控啊，我个人最爱的是这一罐啊，谢谢还有这一罐，掌声赞助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看看像里面这种层板，它的高低都是可以自己调整的。其实它这个没有锁死是还不错的。对啊，就是我不管今天小的在上面在下面，我就是依我自己滑稽的喝。抽屉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它抽屉的深度也都是蛮够的。这个化妆台它有附一个架子，啊，我一开始想这架子到底是拿来干嘛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之后发现说，它放一些刷具啊，然后把你的唇膏比较高的、低的东西，就是分类完之后，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好分类的东西。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我的耳环区，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可以啊。够珍珠呢，对啊，靠些珍珠奶茶给它大了，给它大了，你看，你看那珍珠大了碎了拢有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没有啦，这是假的，别吓我好不好？这是几百块的，不要紧张，因为我很容易把东西用不见。如果有一天把你男朋友丢掉了。不会，这很难说。不要逼我，我很喜欢配件类，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如果是穿素素的衣服啊，介绍的东西实在太多，他就这样聊了一个小时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比较高的我就可以放在下面，其他都是不占任何空间的。对，然后我的发带也是很多。嗯，对，就是我会依据那个穿着，或是昨天没洗头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他这样放好多东西哦，其实。对啊，因为我这里是放一些发带啦，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有更多瓶瓶罐罐的东西，而且可以收更多。再看几连门啊！等一下，大家应该想看你美腿这样子。那是我的腿该怎么办？这样不要放错重点。你看，这里我还可以藏个吹风机，然后我这个大东西真的要塞在这个地方。对，外出包啊，然后例如说哦，卫生纸、备用品什么，化妆棉什么，我都可以丢里面。再来是我们的桌子，对，这个我真的是超推的，它这个真的是销售的第一名，是可以伸缩的。它现在合起来这样子是130公分，那我要怎么打开呢？它就跟抽屉一样，看好哦。这样子往上推，其实还蛮轻松的，很轻松，而且它一边打开就25公分，两边打开就多了50公分呢，总共130加50多少？我在录影啊，180公分，你明明就想很久。如果我们一般小家庭，可能3-4个人这样做是刚好。那我今天客人别得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们就把它打开。这两边都可以这样开，那其实它很方便，它就很像抽屉这样子。而且它这个桌子，它还是那种就是耐高温的，所以我们其实不用害怕说我们今天煮饭啊什么的话，它会不会染色，亦或者是会破坏它表面问题，它都是不会的。这 CP 值真的是超高。哎，再来是我们的衣柜橱，我很喜欢这种滑门衣柜，可以这样子一目了然我的衣服，而且因为我的收纳我是习惯用吊的。因为我就是晒一晒之后，然后拿回来我就直接好懒惰。像这个，你看它的高度是可以直接放到行李箱的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个人是那种缎带控，所以我如果说哦，今天穿这样子，我可能就会搭不同的。缎带好像是最能够修饰女生的身材。对，反正不管是怎样给吹了的对吧？要多瘦就多瘦。可是因为有些男生他可能就是会有领带或者是一些手表什么的，你也可以放在这里。裤之类的我就用折的，我的牛仔风。对，然后短裤风。反正我只是带大概1/5的洋装来而已，就这种也把我跑趴用哎，就是斗宅还要露出来的那一种，希望我男朋友不要看到。上面的话，
这一些我就会放小包包，因为我个人是小包包控。大包包其实我不多，一般就像这种的。这是装蛋糕的吗？唉，真是假币唔知币嘅，搞讲这个装蛋糕的，哦、这个很特别嘞，真的。保冰袋。算了，我不想跟你讲话，我们就到这里了。但是其实你看，它这一个我只是带一部分过来，它这里还可以吊过来，其实它可以吊很多很多东西。然后下面这里也还可以再吊。再来是它还有一个小抽屉的部分。喂、欸，这个有意思。这个是我常就是比较贵重一点点、一点点的包包，我会放在这里。一二三。等一下，你稍微开箱一下好了。我先说，我不是什么嘻哈的人，我这都是自己存钱赚钱买的包包，對對對對對，我没有什么干爹干哥或者什么，还是有人要报名。非常正的。等一下，最爱包包，我觉得我买的都是蛮经典的东西，就像这种 Chanel 的。哦， Chanel 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以后给我女儿也可以背。最好是啊。这之后就红色的 YSL，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哦穿素素的搭个耳环、搭这个，我就觉得哎。非常好看，我的皮夹、长夹，好，就这样子。这是常用的吗？这是常用的，这里面是有东西的。哦，我今天出门，我拿这件衣服好了。对。啊，我要去哪里照？这里。哎，惊呗。好大一个、哦，我就可以这样子看，然后就可以穿搭。它会不会很容易歪掉或怎么样？不会，你看它这个还做到双滑轨。哇、哦！而且你看它并不会说去占到说里面空间，因为它是直接坐在侧门，你看。对。它是侧边门直接拉出来，它其实是坐在边条的。对。然后这个背柜的话呢，我个人也觉得蛮实用，就可以把枕头啊、洗过的一些污秽物往上丢，然后这一个可以克制。所以就是，例如说，哦，我们家真的是高到280公分好了，那就做吧，我们可以帮你做到你要的高度。那还有客制的部分，就是它这个面板的颜色，滑门衣柜啊，化妆台、玄关柜，它其实上面的颜色都还可以再做更换，你可以依你们家的风格去换，所以它这个颜色你都可以再换到好，有没有很方便啊？再来是我们的玄关柜，你看这里打开，我们的外套不会说每天一定都会洗，对，所以你看你就直接掉在这里。请问你都平均几天在洗？不要问。然后像这个抽屉，我们就可以放一些室内拖啊，一些杂物，有没有？背柜呢，就是用按压式的，噔，你还蛮贴心的。对啊。它这里的话可以给你们放一些鞋盒，亦或者是你可以加架板层。下面的话，它一样有附层板的。对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一样是可以放一些简单的鞋子。然后它还有一个贴心的地方是它一个穿鞋衣，我可以这样坐着，然后穿完鞋子。那这里打开，我们还可以把一些什么鞋把、鞋油啊，有的没有的就丢进去，雨衣啊什么的。对。然后这个的话再塞进去，它就是一个。柜子，它这个板材的话呢，它是防火的，然后是耐磨的，所以呢，你不用担心它会有任何的生命安全。哎，我们这次的抽奖活动是什么？我们这次啊要抽购物金，它最高可以使用到2000块哦。那怎么使用呢？要认真的去看我们的活动哦。好开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抽我，抽我。好，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个喜欢，并且订阅。开启小铃铛，还有我的 IG， 我说订阅什么？你是跟我订阅加分享，对，订阅职人我们的频道，我们的频道，然后这是我的 IG。欸，你很奇怪呢，你都宣传你的 IG， 当然要赶快推广一下。好了，我感谢你，拜拜。